我给你夹菜，你便摔碗为令，让那埋伏在殿外的禁军进来捉拿你我。我倒酒，你摔杯，然后咱们的人杀进来，把楚玉拿下。双面间谍，完了，不当做账号了。看来只能去抱住太子这条大腿了。太子你好厉害，我求求你了吗？太子殿下，不好意思，滚出去。 你不可能是孙婉婉，我一定会搞清楚的。婉婉可不会上这种当，到底是谁？你的一举一动都不像孙婉婉，倒像是……是谁？对棋子动感情，这女生是我最大的弱点。你以为她是在保护你是吧？她是在利用你，打压我。人真的会暗杀彼此。婉婉到底在哪？ 你醒了，太子殿下，你到底是谁？